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登场的选手羞羞满为我们带来左手指月。啊，又是一场高难度的课。各位老师们好，大家好，我是斗鱼主播羞羞满，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萨顶顶老师的左手指月，希望大家喜欢。那我开始了，冒失期待。有瑕疵，但不知道瑕疵在哪。好，谢谢羞羞满为我们带来了这一首难度十足的一首歌曲啊！先平复一下自己的气息，简单的介绍自己，并且为自己拉票吧。好的，其实我刚来斗鱼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是因为这首歌认识的我，然后所以今天想借这次机会再唱一次大家最初认识我的这首歌，然后让更多朋友重新认识我，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就这样。好的，谢谢您精彩的发挥。那我们现在来就来看一看三位嘉宾老师针对刚才的演唱给出的分数。三、二、一，请亮分。
我们首先有请李玉刚老师。我刚才问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我说你们说怎么样，他们呢也直言不讳，有的说有瑕疵，有的说差一点点，有的说不如原唱。但我想跟大家讲，你知道这首歌就是歌手嘛，他不一定发挥每次都很稳定，我指的不是他，指的是比如说萨丁丁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也不是每一次都唱得那么好啊，也有发挥不稳定的时候。因为还有一点就是萨丁丁最早的歌呢，我们熟知他就是万物生啊，有一种灵性的歌，但是他的歌里难度最大，他也是花了很大的气力去挑战的一首歌，就是刚才的这首左手指月。然后刚才哎，他怎么称呼，叫什么，他羞羞满，羞羞羞羞满，羞羞满，是吗？嗯，那其实羞羞满小妹妹说句心里话，比我想象的完成要好。我不知道其他两位老师会怎么认为，因为今天特别好的就是我们三位呢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见解，也请原谅我的见解有的时候会比较中庸，或者说原谅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从比赛走过来的，我自己我有的时候会换成是他的那种心理啊，然后去思考，然后我该如何去跟他聊天对话，包括我的点评。但今天我们三位的确是都有不同的意见。我刚才想表达的就是说，萨丁丁每一次也不会发挥的那么完美，但是今天羞羞满小妹妹，她一进入的时候，其实她主歌比副歌唱得好，主歌云淡风轻，唱得特别的像说话。副歌呢肯定没有主歌那么完美，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这首歌本身的难度太大了，我们太难了，我刚才试着唱了一下我就变成这样了，吓我一跳，好难这首歌，吓你一跳。的确是，你承认吗？承认，太难了，而且他的那个音域已经到了这个是到了 high C B 了吧，好像应该到 high C 了，其实刚才美丽的心情是查了到了降 B 所以呢大概就是说我也给了 96.5 的这样的一个高分，就是我知道唱起这首歌的确的不容易，而且情感的拿捏也比我想象的要好，甚至比顶顶有的时候要这么说，顶顶要知道了，萨顶顶肯定会但是也顶顶也知道我是他的好朋友，但我说的话呢也是比较真诚的，就像我唱万江有的时候发挥的特别好，但有的特殊时间突然之间自己唱词怎么感觉就味道都不太相信这是我唱的万江吗，所以我就会站在我自己是一个当事人的那个角度去来感受，然后那边的你们所以加油吧但是我也会跟丁丁会跟萨丁丁讲我说有一个非常出色的选手唱了他的歌，而且唱得很出色，自信然后你刚才讲了说你是斗鱼很多你的这些不知道你的是通过左手指月认识你，那我也是一样，今天也是通过这首歌认识你，说一声认识你很开心，继续加油。谢谢李玉刚老师。最后再评价一下，就是我觉得我的感觉就是这首歌太大了，这首歌太难唱了，而且就是听到很多地方我双手是全程出汗的，对，我就很担心很多地方会不会出问题什么什么之类的，因为我觉得唱得太高了，难度太大了，对，然后呢我觉得能听到一些什么瑕疵吧，但是我觉得作为一首这么大的歌曲，这个演唱的完整度已经很棒了，好吧，对，我的听感还是很不错的，继续加油。在小细节上其实我没有那个写什么那个细节的东西，我就只写了一个，就是在高音部分的时候，因为我刚才听了第一段嘛，我觉得可能说第一段会稍微收着一点，对吧，后面可能想要放大招，但是后面好像就是整个处理起来感觉是一样的，所以我最后从听感上来讲就是会觉得发声稍微就是比较往后靠，从后面舌头跟往上打的，所以听起来第一下出来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闷，如果是从那个鼻咽腔那样直接甩到头，看看那样效果会不会好一点。别的都挺好的，今天算是发挥的比较完整的了，
对，我就是有曾经尝试过，比如说降半个音吗？会不会感觉会更舒服一点？也许会 OK 了，也许会降半个音。好，谢谢陈老师。那我们来看看选手的最终得分是96.81分。那么接下来我们。